你们好，我们读《尤达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尤达，写信给那被叫在乎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恕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小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的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叫复生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投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典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忍度一的主宰我们或说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就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基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恶的审判。又如索多玛、阿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叫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女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举止的、挥膀在尊位的天使降迷加勒未摩西的时候，与摩归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回谤的话罪责他，只说橘子被泥巴。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敬拜坏来自己。阿们。好了，我们再一读一节。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你，给那被叫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个是有意思，因为犹大自己，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他也是雅各的弟弟。他不要说他不是那个雅各的仆人，他不要给他写给人基督徒那些的意思，代替他要写给他们，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我以为侃很近的这个意思，这个观念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所以呢，我们是他的仆人啊。然后我们也能够爱他是第一个，然后应该爱其他的人。然后我们也能够服务其他的人啊。阿们。雅各我以为是最大的，他是他的兄弟们，他是最大的哥哥，因为我们能够读马太福音第十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55和56节。阿门。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55和56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们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犹大还是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有一二三四四个兄弟们，但是全部是弟弟们。阿们。但是可以说雅各是第一，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约瑟、约西、
Yagat 是第一，月西是第二，专，啊，不是，西门是第三，有大吗？有大，他是第四。所以呢，这个第四个弟兄们，弟兄，他写这本书啊，是耶稣的弟弟。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有，也有姐妹，因为第十六五十六节说他妹妹们，妹妹，他也有妹妹，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都在，都在，不是一个都不是，两个，可能是三个还是多。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他家里呀，耶稣，约瑟、玛利亚和一二三四个弟兄兄弟和他的妹妹，可能是三还是多一些，这里有十个。所以呢，关于肉体呢，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但是雅各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他的弟弟，代替他已经说他是耶稣的仆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雅各，哪个雅各写个哪个书课本在在圣灵啊，不是圣经啊，他是耶稣的弟弟。阿门，阿肋路亚。关于肉体啊，但是关于圣灵啊，耶稣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爸爸，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所以呢，关于肉体啊，关于这个肉，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阿门，哈利路亚。关于肉体啊，这个肉，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关于圣灵啊，他是神自己，他是我们的爸爸。阿门，阿肋路亚。因为玛利亚，他神告神那个天使告诉他，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对他神给约瑟这个想法，耶稣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关于肉，那个天使告诉玛利亚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关于神灵啊，神告诉约瑟，他就是耶稣，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雅各他说他是耶稣的仆人啊，但是
关羽，肉，他是耶稣的弟弟。也能够，我们能够说，耶稣是我们的哥哥。但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是为了圣灵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弟弟、哥哥、妹妹、妈妈，因为我们在教会，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接受圣灵啊，我们已经接受圣灵，所以呢。我们是神啊，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谁是神是谁啊？神是耶稣。然后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我们也是神啊，神啊。圣灵，我们是神啊，阿门，阿肋路亚。所以呢，在犹大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读阿肋路亚。第一书第二节，这里说第二节。愿年树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阿们，阿肋路亚。这是我们要这些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二节，我们要平安，我们要慈爱和爱，我们要平安、慈爱和爱在我们的心里，和也我们要这个平安、那个慈爱啊，多多。多多的嫁给我们，就是犹大已经告诉那个时候的教会们，然后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教会人类，他告诉我们，我们接受更多的平安。更多的是爱和爱，阿们。因为那个慈爱从哪里来？那个慈爱从神来啊。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已经做了不好的事，偷了东西，那个人类审判了我们，可能如果他说啊，我们不给你我们说你不用再见你一些年，我们说你做其他的事，可能是哪个是慈爱，但是我们要耶稣的慈爱，所以呢，我们亲他，
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犯了罪，我们需要耶稣的慈爱。所以呢，他的平安来了，他的爱来了。全部爱从哪里来？从神来了，从耶稣来了。全部的慈爱从哪里来？从耶稣来了。全部的平安从神来了，从耶稣来了。我们也能够爱其他的人，因为他给那么多爱和平安和慈爱为了我们。阿们。如果我们想想门徒接受圣灵之前，有在他们的心里平安和爱，但是接受圣灵以后，有更更多加的平安、慈爱和爱。阿门。阿肋路亚，这个是很多的祝福啊！父，他给我们很多的阿肋路亚。所以呢，犹大，我们可以说，这个犹大，可能他在无神界的时候接受神灵，他感觉爱、平安和慈爱无神界的之前，但是无神界的以后，他知道在教会的时代有更更多加的平安、爱和慈爱。和他要说，你们接受更多的，阿们，阿肋路亚。所以呢，我们也读第三节，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精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的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传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阿们。所以呢，他要圣徒在基督里听见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真正的福音能够给我们那个正确的福音，所以呢，我们能够接受了和得到救恩。阿们。但是我们也要需要告诉其他的人，这个是真正的基督，真正的福音啊！告诉他们，这个是真正的福音，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这个。阿们。因为在无神节的时候，彼得使徒已经叫第一个小心，第一个小心，他叫他们真正的福音，然后在那个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说，我们应该
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然后接受圣灵啊，也能看得到。他说，耶稣基督是谁呀？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啊。阿门。然后我们应该传道这个，然后说这个是真正的，不是其他的，因为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传道这个。然后第四节就是。因为有些人投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典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们的想法是，不是耶稣是第一的主？他们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呢？但是我们也说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我们的神呢。可能人类他们说啊，对呀，耶稣是神呐，但是神是谁？他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天父啊。他们不可能，有很多人不可能说耶稣是天父啊。但是如果他们说耶稣是神呢？神是谁呀？他是天父啊，所以呢，耶稣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怎么可能啊？因为神已经来了这个地球当人类，当人类这是肉，关于肉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的灵在哪个肉里面？哪个灵是谁呀？是神，是天父啊！因为他创造了我们，阿门。然后我们知道《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什么？哈利路亚。我们应该看这个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他是独一的主啊。这个完全一样。”他不改变，他是独一的主啊，阿门。但是有一些人，他进入教会说啊，他不是独一的啊，或者说他们说啊，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是天父，怎么可能啊？我们有。以为天父他名叫了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人类。哪个人类名叫耶稣？但是那个耶稣的，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名字是什么？名字是耶稣，但是以哪个名字？交给人类和哪个圣圣哪个圣
森林在它的里面。他是耶稣啊。阿门，阿里路亚。所以呢，第五节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去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是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阿门。所以呢，记得有道说，你教会应该记得。阿门。以色列，他们面对在那个出埃及的以后，那个地方，神已经帮助他们离开埃及地，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破坏了他们，所以呢，犹大你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那些人，没有说出来真理，关于有一位神。不是他的圣徒，不是他的，他们不相信了的，因为不是跟随神啊，他们变成真正的福音，那个慈爱是。你可以做这个，但是这个就不是这样的，真的。阿门。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救的天使。就用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二的审判。阿门。所以呢，有一些天使，他们离开那个。他们变成了人类，然后他们跟一些女人生了孩子。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做这个，离开那个，他们先的什么？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救赎的天使啊，救赎的天使，就离开，他们离开什么？他们离开。第六节，离开自己救赎的天使，所以呢，他们离开做天使，变成了人类。所以呢，以后他们接受神的审判，
然后第七节说，犹如索多玛、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叫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你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鉴戒。所以呢，索多玛和那些人，他们不是好的人，他们做的不好的事，然后他们不走天国的，因为他们的审判是永远的。他们在地狱永远的，阿门。所以呢，这个不是好的。我们应该跟随耶稣，然后不做的那些罪，要清。要请神帮助我们离开罪，接受他的原谅，但是帮助我们离开罪。所以呢，我们要离开罪，和说神原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